然后他就可以传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上次我们没存档是吧？那可以正好给你让书里学一下。我不敢再跳起来。然后一是在干嘛？哪个是抓住呀？这个是抓住。哦，这个是。抓住还有什么键？叉是跳。我要一直按着。还有呢？书里是 P 级 ，P 四。我是 P 四，然后我放哪儿呢？放在那个三角这个。出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还有加速吗？没有加速，跳过来。哦，是我是吗？怎么跳来着？我们一起搬吧。我说我在哪？你们先练吧。Nice。我在后边也能搬吧？对。左键是干嘛？右边左键是干嘛？什么右边的左键？好像没有什么反应，就是。啊，那个是三耳光的，待会儿因为有些关卡里面有鬼。怎么扔来着？哦，看到了方块。上边是按住之后。哦，按住方块。上键没有，忘了。哦，看到还是三耳光，来了。右键是干嘛？右键也没有。来，先跟我一起搬。好，那你们俩先。然后是不，中间那个。我感觉先搬后边那个吧。对，你可以过来，我们俩让他们先先上。你在哪儿？我看到你了，看。扔怎么扔啊？扔是按住方块，抱住之后按住方块。方块，你要去，然后要一起吗？他们挡住了，他们俩，我们俩要一起，你不要帮你帮，书里你要跑到一边，你要跑到对面，你要跑到对侧的两边。谁在挤吗？对，好。然后咱俩先让一让。然后这样拖出来了。对，你们俩别动，往这边走。对，所以在这边，然后按住方块，翻看方向，它有个箭头。按住方块。我按了。谁？小狗没抓住。哦，我抓住。好，按住方块，两个人都按住方块。按了。一直按方块键。我按了，为什么反应是反？有。哦，没反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就松手就行了。对，然后松手就好了。因为他不是刚好有那个东西啊，好，你可以看一下他们俩。你们俩快点，谁来帮我搬一下？哎，这边怎么没人呢？我来。哎，走啊，走去。哎，我来控制好了，只有一个人按就行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两个人都必须要按住，但松手一个，松手一个人就行。哦，来了，好运。这个扔的远有，哦，这是三耳光的吗？这种是艺术物品，必须要空中接触才行。哦，我删了几个耳光，不好意思，是要删还是不删？不删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删了几个。空中抓住。好，抓住两个。You got this。 我抓住没有啊？抓住。Easy，so easy。谁呀这是肯定是大哥。哎，放哪儿啊这个？上面。上车。哦，看到了。放到车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上来？上来。你们上去叫。不得等他上来，他不上来车不会开吗？Pomeranian。很激动。Congratulations！ 就跟我们那个切菜那个差不多。这英文叫什么 ？Moving out。哦，我在哪儿呢？啊，没有，现在。用 L 将其开动，哪有 L 啊？然后是左边左摇杆。上次我们用的是哪个用户来玩的？还是没存档，忘了，有点忘掉了啊，没事，反正也有好利的家，你可以破门是吗？是不是完全喝？
特别搞笑这个。按住三角键就可以知道是哪些东西是要搬的。嗯。过门啊，路。得跟我来搬一下沙发。哎，我们先搬小的，我们放大。我来帮你搬沙发。这些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可以跳。石峰，我搬个沙发吧。你先把门口这个搬掉。搬去哪儿啊？搬到外边去。搬到这个。对，上面车上不要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。放里边是吧？哦，不用，不放里边。大哥是在跟我一起搬是吧？哦，对。车在哪？来来，跟着，往上跳。谁再跟我搬一个？来，往中间放吧，好，可以。先把单人的搬了。哦，你在这里。嗯。我怎么跳来着呢？擦。擦。我这边。哎，我把这个看一看，我搬。谁来搬？跟我搬一下冰箱。我来了。好。搬的差不多了吧？还有。来把这个电池搬。哎，卡住！我的天。都搬完了吧？还有啊，哦，外边看到了，地上还有，掉下来了，大哥，掉下来了，帮我扒一下，掉了吗？来，我里边还有，往这边放一下，好，地上是不是有一个？来，帮你拉上，这需要俩人。哎，我搬着东西也能跳，我搬着，对啊，搬着一个人的东西就可以跳了。哦，这里边还有，怎么过去啊？这门呀。开不了。哦，哪里有门？哦，门在这儿。这边有一个床，这有门这。这是可以搬。床，我靠！你拿。对，拉，把它拉出来。能拉，要不能拉，我从这边。能拉。过来帮一帮你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过来帮你。抓住门口。然后我们从窗户扔出去。我们从窗户扔出去，按吗？一二三，你没按，你按住啊，我按了方块，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空间太小了，按住方块，按住了，它主要是那个空间太小了，你甩不动。哦，甩得动的，两个是吧？肯定甩得动。不是那个地方空间太小了，我按住了。那个空间太小了，是空间太小了。哦，那怎么办？大哥，你下来，从这边扔。对，从这个地方扔，那个空间太小了，你没法甩。好，按住。对啊，你那个地方是空间太小了。一二三。控制。好。好了。是那个地方卡住，你那个床它。都坏东西了。把人撞死了，对。搬家，我就是不忙，把搬家火进去。我原来残疾的啊。你对啊。你真是不要歧视残疾人，好吧？破坏仓库，你看。你还能扔床子？我什么时候破坏仓？我跳了好几次窗。不好意思，怎么什么声音？这是跳玻璃的声音、啊。这个能搬吗？哦，这个沙发是不是要三个人的？这个桌子我可以的。我先搬点小的。
看一下三角尖是可以看到哪些不表三，哪些表三。这边可以跳进来了吗？我靠，这边是可以跳进来的。对啊，太厉害了。就是从窗子上面跳进来。我都跳不，不然我跳不来。那就乌龟要来捣乱。对，技术太差了。哦，你乌龟在这儿，哎呀，谁给我搬上床？我要影响我，不管那乌龟。谁跟我搬上沙发？我来了。我来，我啊，那你沙发我们从后门出去，我们。好好。对。这个是不是要搬？啊，对，我跟你一起搬吧。好，好，后门，后门，好。甩甩。卡住了。对，不要抓抓。哇。好，你先。先出来，然后对，然后你再推，对对对。扔。卡住了。我靠！哎呀，丝滑，啊，还是很丝滑的。跳，跳呗！等你跳。小狗跳到这边吗？哦，在这边，我这边好多东西。好多，这边小东西吧，小东西。从这儿吧，从后面过，从后面过。这关我们玩过了。嗯，对，因为我们前面好多关系的，我把这乌龟也甩上去吧，省得他到处乱跑。那怎么赢呢？这儿有计时吗？有啊，就是有金牌、银牌。哦，这样子，就跟那个我们玩那个分手。OK。哎，谁给我搬下这桌子？一个人就行了，一个人就行。啊，他只是要这个什么录音机。我们怎么才三个人呢？还有一个人跑到哪里去了？还有谁在这里玩着呢？对啊，谁在干嘛呢？啊，我在哪儿？我，并且我一直还在那各种操作呢。我是在哪儿？你在这儿啊，你在这儿啊。你这把自己卡住了。你这哦，天哪！各种操作。对啊，我这边看了个一个人。你在摸鱼？我怀疑你在摸鱼。你在看着谁？我真的是看到有一个人，然后外在想我在操作。摸鱼摸的这是谁呀？这个来上班上班的是谁呀？这个是我呀，这是我。然后我还说，哎，我好快，我好快。我还是个胡萝卜啊，不是，我是花瓶，我是 P4。我靠，所以啊，来搬一个冰箱，来一下来。啊，谁给我搬这个餐桌吧？餐桌有人吗？让师姐和女儿一起搬吧。有吗？有猫滑了，搬不动这样。在哪里？在这儿是吗？这儿，直接跳过来。对，走起来，走花园吧，走花园。花园没了吧？没，还就他们手上的。转一下，转，你先出去转一下，对。哇！哎呦我这我搬的小命都要没了，我的天！咱俩扔一下。哦，好扔吧。我先下来一点，哦好。对，然后一二，我们俩出去了，完了，哎呦我操，我为什么我们两个都到墙边去了？我当时真的觉得刚才我还在想着我的，但搬的好快了，原来我怎么把这出来了？有没有别的游戏啊？有啊，有很多。要不要尝试点别的？进球乌龟不要打。有很多别的游戏。有没有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射击啊，赛车呀，这个。有啊有啊。来吧来，赛车对。对，赛车吧。反向跑步跑，算是撞死。要来吧来吧。现在玩吗？现在玩呗，可以。射击也可以啊。嗯，对，射击。高尔夫球啊。那个比较刺激一点。有没有网球？有没有高尔夫球？对。